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那圣诞节呢即将来临啊，我今天化身为最帅最大的圣诞欧巴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送礼物啦。对，那我妹呢，她今天在她的房间举办了一个圣诞趴，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可以不参与一下呢？对不对？替我妹做点面子啊！她从上个礼拜就开始一直在准备，一直在布置她的房间。我看她那个布置真的是非常夸张啊！她去买了什么灯具啦，然后买了什么圣诞节的一些相关布置的东西，用得非常的气派。然后呢，她要了她的同班同学今天要来家里开这个圣诞趴，我呢当然要送他们一点礼物啊，对不对？给他们一点好康的，替我妹做面子。我真的找不到世界上第二个像我一样这么好的哥哥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今天用了这个修炼了几百年的垃圾袋装了他们的礼物。好了，各位，我没有骗人啊，这真的是礼物啊，有没有？我还精心的包装，你看这个色泽都是有挑过的、啊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粘的歪七扭八的东西，有没有？是真的大礼啊！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出发突袭我妹他们。圣诞快乐，各位！我今天要送你们礼物啦！有垃圾袋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垃圾袋修炼五百年了，不是跟你开玩笑，这很贵，这一个袋子1000块。哎，你们想不想要礼物啊？要。快点，还不嗨一下？要吗？要礼物吗？要。我跟你们讲，游戏规则，你们每一个人先吹捧我一句。长得帅。哦，这个是好。你好帅。哦，这个好是一百分。就这样。超帅。啊，你的你都不用讲，你不要礼物是不是？我没有骗你啊，我真的有准备礼物。我在想，我想不出你的标准、啊。我真的有准备，我没有在骗你。讲完会。你好慷慨哦，你好用心哦，你是一个细心的男人。来、啊，你们剪刀石头布好不好？决定先后顺序。来啊，剪刀石头布，然后石头布。啊！你们死了！太奇怪，为什么又是在我旁边？石头布，耶！我不是垫底。一二三四嘛，对的，好，来啊。这边。我都是挑颜色喽。这边。哇！这差也差太多了吧？这四个，我总觉得我会挑到那个。第一个先选啊。那个好了。这个。嗯。好，来。谢谢。欢迎。你要这个。来。谢谢。来。不想那个。快点啊！我觉得金色还不错。不对不对，这个也不错。大的有蹊跷。好，你自己选，我不要再嘴炮了。我可以拿起来看看吗？不行，你只能。凭直觉。对，凭感觉，缘分。嗯。可以别画了。你感应到什么了吗？没有臭味啦，我怎么可能买臭的东西？今天圣诞节要好好庆祝一下。这个很大。来，我们期待这个嘛，来哈。哎，你们的都好丑哦，我金色的。我跟你们讲哦，这四个礼物是有关联性的。来啊，第一个对不对？第一个开啊，来啊。我不知道。我感觉好期待哦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游戏吗？为什么？啊！这是不是感觉很没有用处，对不对？但是等到你们全部开完之后，就会知道它的用处在哪边。好。然后再加上，不会每个都这样子，会有一个是好的。嗯，好。期不期待？好期待。好，换你。好，第二个。什么啊？我看，这是粘土，不是，这是那个吧？种菜的。我看最小的，我想要这看起来感觉就蛮好的、啊，感觉最大，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他们很重哎，对，会把这留到最后，你知道吗？我骗你们呐、啊，真的会有一个是好的吗？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奇怪的东西，你现在期待还是在绝望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有用处哎！你们全部护理系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平常家里是不是可以拿这个去听？哎，好不好听一下？多有用处啊，对不对？
哎，这个万众瞩目的，这都算烂吧？你们有想到关联性吗？游戏玩完输的人去种土，玩赢的人去玩输的人去吃土，对。你这个打开应该就会想到了，期不期待啊？这这么大包哎，这里面一定是什么稀有物种啊？期不期待啊？等我开完呢。你不要那么粗鲁啦！不是这个，跟外面那个字无关，那个是我在垃圾桶捡到的纸箱子。我的书包里面有美工刀，飞出来，他出来，他出来了。先行开板。哎，你这为什么你的铅笔就变这样啦？啊，这个限量版的，我是不是扣腰？是胶带吗？哎，你这个学生很认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妹勤奋上学啊，这太夸张了。是国中到现在吗？没有，你讲错了，它有它的专有名词，这叫三色豆。你知道关联性的吗？要我跟你们讲吗？你这个三色豆拿来这个培养土种啊，在等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玩游戏吧。种出来之后，谁吃下去是？吃家家。好了，拜拜，你们玩得开心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他知道我们要来吗？他知道我们要来，因为我上个礼拜就，我上个礼拜日就开始布置，他说你带他送他小，我说朋友要来啊。真的是打了三四通电话去，然后我就心想不会他来吧，他妈真的来了。 Check it up.